所以前面几个棋手都还蛮好的。我们要用熔岩正极来解烈焰小鬼。这一次的棋手可能就会比较扑朔迷离一点。这个劫其实也可以贪心，然后下飞刀手，可这样我会牺牲掉他。基本上他要对抗我野性之魂，只有钱币地狱烈焰一招而已。然后现在快攻也不一定会带那么多地狱烈焰。哇，计划改变，我原先想下野性之魂，可是这个 play 更好。术适合放巨人吗？你说住宿吗？就住宿在你说巨人是哪一种巨人？打一下这个还蛮好的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这样怕地狱烈焰还要你自己呢。哇，他还蛮衰的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开奖时刻，了解这一只4、5、6、7，啊，抽牌就 GG 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展现我们这个英雄能力的好处啦。他需要一个嘲讽，没有嘲讽也不能抽。我记得有铺一堆，我上一季。R3 的时候遇到 R3 还 R2 有遇到一个，应该是放大哥布林的术士，然后他也有放海巨人的样子，如果记得没错的话。不过那副基本上应该是比较偏向方 deck。除了飞刀手跟保密者之外的东西，用十号武器解应该都是算亏的。基本上这麻风地精是一个火球啊。
人生的十字路口。因为我现在解一新兵会补回来，那钱币也用掉，没有办法拔阵营。保安直接下来，解掉治疗图腾。奉献的话，它可以全解，然后会活一个三一啊。欸，可以全解吗？不能，全部都三点血。嗯，所以如果奉献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进入平局。欸，这解法还蛮怪的。现在用熔岩正极没有办法帮我建立更多长优，所以就先等待以后机会。其实应该算是难搞的家伙，我花两个四号器。我现在有个十号器要交给他。像这样的熔岩正极就可以帮我取得更多长优，因为不然原先这只会死掉。前来报道。基本上圣骑还算难打的。哦，先祖，谢谢你。又是离获胜只有一锤之遥啊！哦，可能不止一锤之遥，因为如果他这里哦更多嘲讽，看起来要缴轰雷给他了。应该清这一次吧，像脚轰雷就有点抖。像是四分之三的几率，操，这奇低无比啊！老天哪、啊！不是四到七吗？说好四到七呢？基本上风怒都是想把石化武器变成一个火球。
我现在拿到锤子还有机会。大地震级。他应该有否定之类的。我还有元素毁灭。哇，双古哎、欸、哦，古董跟两个玉女喷射者，所以他应该没有在解武器的东西。我是下人就会爬十五。太晚来啦！引导我吧，元素啊！引导我吧，必得身价。引导我吧，完工了。可以投降了。除非他手上都是小牌，然后我神抽元素毁灭，应该要先组到元素毁灭。他手上再多小牌的话，也再多就最多就再出三张。这场你赢了。哎，不过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，就是脸煞就是一个吃发牌员的职业啊。然后想要让他比较不吃发牌员，就想办法在里面塞更多抽牌。Well met, Arthur 01031，谢谢 follow。索尔对上雷克萨，狩猎开始了。哦，现在才来。三份应该要留一只，免得我们起手很卡。狼魂吧，可以。所以这是一个血巨怪钱币狼魂，然后马蜂地精的节奏。两个狼魂哦，所以我第一轮血巨怪，第二轮钱币狼魂，第三轮超载真一颗水晶下马蜂地精，第四轮我可以狼魂。我很怀疑他解掉、啊，不过还是有机会可以解掉。就现在放狗，像放狗总共伤害是6D，这不是放狗。这个秘密是什么？当真冰冻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所以等一下是狼魂接这个魔像吗？
就算是爆炸的话也还好，我应该用狼魂来测另外一个冰洞。因为它没有超载。所以这张是想要弥补没有末日锤，我们没有办法把石化武器变成一个火球的遗憾呢、啊。5+6+3，玩得不错。哇，还是法伤，是法伤的话，代表我们先翻图腾之后，熔岩爆发，再加上一个那个。石化武器就有赢了，我们不用再神抽一个石化武器。索尔，对上古尔丹。你的灵魂属于我，为了末日锤需要手下，那还有一些优质的解牌。大地正极还好，现在是不知道，他看起来是李诺，您看起来像是个李诺。新兵还蛮烂的，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哦，好钝哦！奇怪，怎么今天这么不顺？现在基本上手上这张元素毁灭是几乎保证我一定可以清场。那就等他下更多东西了。报道。
没有很想缴啊。刚如果射中22的话，我缴正极就好了。哇，牌超多的。谢谢你啊 ，KC。这么多的可能性，为什么我觉得那个俄国人呢是一个希特勒支持者？那到底是否的万字还是希特勒？他应该没有。元素啊，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他应该没有 AOE 的吧？还剩一张。这场有机会吗？这场有机会。这两个还蛮卡的啦，这两个都是功能牌。元素啊，引导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其他如果有两个魂，两个红，他如果红巨人握在手上的话，可以用四废除。然后基本上我离斩杀还差一张石化武器跟一个两攻的法术，所以还有一点距离。要学分了，他现在要学分应该还好。四到五，前来报道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！元素啊，引导我吧！我现在可以，哦，我没有熔岩正极，讨厌。他们没有下红巨人呢。可以，所以这里要这个了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啊，所以这个可能也要下。我下一轮不能出末日锤，所以我先观望一下。免下轮我要解手下解不掉，他已经用掉一条血了。我没有沉默了，熔岩呢？可以加好友吗？好友名单满咯，抱歉。这样听起来是很靠北啊，真的满了。而且因为要打比赛，所以我要留一些空位啊。最近有一些小比赛要打，真的很小的比赛。前来报道，元素啊，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他有治疗吗？他有嘲讽吗？阿古斯用掉，淤泥用掉，顶多再一个生金。
草浪在飞回来了。卖惨了。这样的话，他没有办法清完所有手下，我搞不好还是不划算。我理论上啊，什么？我扔一张轰雷，轰雷闪电剑，白骑兵，宝剑啊，引导我吧。我还有一张石化武器。引导我吧。哦，他有 combo 哦，他应该有击杀 combo， 他应该有击杀 combo。十二。来这里单挑，驱虫。十四。他有击杀 combo 啊！